实在汉聪为可敌，根本敌名得禁忌。兵符不公，叫公乱往法断地，不断天。本文敌红村，上半敌红村，主席机关。定得天同时所成言，三年一颗大白珠莲，王老将写旧厝功名。果然会当金榜题名，喜邀龙门，光耀回乡。在朝为官，忠心尽职，受皇上得宠，封我为做替笔御史。受了皇上旨意，定得查询天下，为民伸冤。如今体系面前杀损万变，地动回教教子就是爱你的哦，有嘛如何？好啊，这是白马这边，准备带马回教。江山万年久的用啊！